会喜欢上另外一个人啊？大家好，我是 X9 少女团的肖战。导师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演出真的很开心，很为他们骄傲。他们都是你哥哥。掌声欢迎陈情男孩们下山营业啦！是不是孤单过才学会长大？以地主新秀组的身份排在全场第二位来起步，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。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？不满意。冠军获奖车手85号王一博。如果说不由不怕翻了天涯。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了。如果这世界不再虚假喧哗，我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啊，就算很遥远了，我一定会到达。如果你说这话
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，他就是2019和于雪萍星光大厦的年度偶像王一博，都以年度人气王肖恩正。在你身后，掌声尖叫声来请出你们的肖战还有王一博上台领取荣誉。别来不要